近来蔡徐坤素人时期的大量言论突然被扒，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起先是一位网友扒出蔡徐坤在爆红之前评论了童星许梦圆的社交动态，许梦圆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张自拍，随后蔡徐坤评论了想我了吗。许梦圆是在2014年9月28日发布了动态，她当时20岁，而蔡徐坤才16岁。而在第二天，蔡徐坤又在微博发布了一张自拍，说想我你要告诉我呀。不仅如此，今年4月28日许梦圆发布的照片手势与蔡徐坤25日发布的自拍手势相同，从他的文案中也可以看出两人关系很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蔡徐坤参加偶像练习生，一路过关斩将，名次名列前茅。而在偶像练习生出道夜上，这个女生还去到了现场给蔡徐坤加油。从女生晒出的照片来看，她坐的是 VIP 座位，距离舞台特别近，而且见证了蔡徐坤获得第一名的时刻并拍照记录，也就意味着蔡徐坤夺冠那天两人还见面了。多么好的友情啊。